白细胞现在已经进去了，如果手术的话，可能还会延长病人的生命。如果不做手术，估计也就三年。同学们，我叫张思敏，我外套的扣子是两个钉子。在干什么呢？张老师，难道您从来都不会说话？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，帮我完成一个善意。结婚？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这就是咱们家四年的未婚妻云舒，也是你身上最缺的，知道是什么吗？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人和人时刻都保持警惕的话，那个世界该有多无聊啊！但那身上的温度足够感染，让你重新相信并爱上。Cause you're so lovely, you look so lovely. 你要用完美的眼光去看待今晚。这个世界很有温度的。爷爷，感觉很刚认识你的时候呢，要快乐一些，是因为云舒吧？不必了。张老师还真是关怀备至。自己的东西还是要自己保管。好烫！你着什么急啊？我给你吹吹你再喝。他是我的表哥，他是不是单身呀？我已经结婚了。喜欢上你了，等着吧。云舒，和古板也没什么情趣。看来我们的张老师是开窍了，恭喜你。